木刻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一，上线木刻数量增至3.2万枚，学习人数达4.9亿人次，在校生获得木刻学分人数1.4亿人次，推出爱课程、学堂在线等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，形成木刻建设的中国方案、中国标准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所有高校全部实施在线教学，108万教师开出课程合计1719万门次，在线学习的学生共计35亿人次，改变了高等学校教师的教、学生的学、学校的管和教育的形态，形成了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教育新形态。